片入面的混血靚女在港鐵月台上面以廣東話、英文和普通話三種語言朗讀到站的訊息，有網友看完即刻認定她是港鐵廣播靚聲的真身，更加發現她原來是港法混血美少女 YouTuber 林欣的親生阿妹 Megan。少年你太年轻啦！其实真正为广播献声的就是港大教育系名誉助理教授陈如欣，她在92年已经开始为港铁献声，我们现在来听多一次她的广播。请小心列车与月台间之空隙，请小心列车与月台之间的空隙。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